哦，无得啊结束啦，结束就是讲，当我做任何代志做甲安尼，我发现讲，咱本身是毋是爱做检讨，是毋是爱修改家己的路线？如果你家己无修改你的路线，你得坚持安尼，受害是自己。啊，我常常讲一个“损人不利己”，千千万万不能做。啊，损人利己，当然就是要取之有道。啊，雨露均沾，含这边一讲疫苗代理商赚偌济钱，这真正常。啊，问题来啊！问题就是政治现金和捐助给政府，这些企业的钱呢，拢是股东的钱。不管是你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，啊，咱即摆话来讲讲，无啊，用政府的钱买，是纳税人的钱，拢是纳税人的钱，所以要锁紧荷包。所以不管是台积电还是鸿海，哦，啊是讲善款，这是用大众的钱，就爱善加利用。啊，我也是讲感谢台积电，感谢郭台铭，感谢永联基金会。我也是讲一个较坦白的，就是感谢大家善善举，因为对这些钱拢是郭台铭伊的盈余分配。拿出来，对台积电，这方是大股东拿出来，管予鸿海啊，是交管予迄个政府，啊，咱呾啊，感觉讲，遮个人爱感谢，所以我有讲临门一脚嘛，临门一脚就是讲，即嘛讲要成啊，啊契约啊拍要好啊，啊摩托安那讲东讲西讲啊。落尾一个破局，我曾经讲过啊，上市公司开票开，伊嘛是来说来是终止，终止委任呢，撤销委托呢。你这实务上常常拄着，所以诚实信用非常重要。不管是国际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拢共款。再度感谢，祝大家平安快乐、顺利，健康。